们有冒险过吗？听说我爸爸和琪琪的爸爸在小的时候经常到各个地方去冒险。他们说以前去巧虎山的洞穴时，在洞穴里面发现了一座很漂亮的湖泊，好想看看哦。好，我也要去冒险，然后试着找找看那座湖泊。下一集《梦幻之湖》一定要看哦。